咱一会儿做上饭之后，咱有空可以干点啥？好呀，可以带他们出去转转，那边蓝莓也可以再摘点啊。可以啊，好像还有蓝莓。其实那个染衣服妹妹肯定超喜欢啊。哦，那个肯定喜欢。走吧，我们带妹妹去摘点蓝莓。摘蓝莓要准备什么？摘蓝莓，啊摘啊摘啊摘。OK， 走。可以吗，妹妹？可以。这一家四口，太开心了。还差一星，还差一星刘宪华这俩，大黄这俩帅锅，家里还有两个大帅锅。这里就是铁皮石斛，看到吗？看到了。啊，都开花了，黄老师。哎呦，真的耶，真的开花了。到了。哇，蓝莓。哇，好多啊。这个得挑了，得挑熟的了。嗯，不是很熟。这就熟了，应该是。啊，这熟了，这肯定熟了。还行吗？我的妈呀，这也太酸了吧，这颗。嗯，你尝尝这，这熟的。有点酸。嗯，哇，酸酸的。这边的熟。这么熟，这哟，这里全是熟的，是吗？哦，哎呦，这里边，嘿，这更熟，我在这儿呢，相当好啊。这应该熟。对，要像这种，一碰就下来。嗯，对。颜色好好看。你是不是原来也不知道蓝莓是这么摘的？对，第一次见到蓝莓。都是第一次，我是第二次，上一次摘蓝莓还是上一次的。那边不熟，鹏鹏，别摘那边的。怎么就我哥摘里的不熟了？这些不熟都是你摘的。鹏鹏，你摘紫那没熟，你摘的干啥呀、啊？那这浅色都你吃啊？看哪个幸运的小朋友能吃到这个，这又不是，他又不瞎、啊。来，鹏鹏，来，鹏鹏，来，哎，张嘴，哎，乖，哎，嚼，不酸，不酸，你做这个表情干什么？痛苦面具，不酸，你摘熟的呀，你摘生的干啥呀？有一些啊，被他的外表欺骗了。哎，我也试一个。好酸！哇，鹏鹏摘就好酸。鹏鹏，一会儿我给你摘一白色的，你尝尝啊！别！你不是不怕酸吗？我是觉得刚刚那几个还行，不是特别酸，是吧？那我再给你挑战点更刺激的，怎么样？鹏鹏，给你摘出来这个，一会儿晚上给你吃。哎，这个还是个种子呢，还是个宝宝呢。对。可以了，走了，满满当当，大收获，大丰收。狗尾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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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尾巴草。原来是拿这玩意编小兔子。然后呢？原来还拿它能吹。对。想吹我也吹不响。别拉嘴啊！你嘴本来就破了，什么病？一会儿把火气冒拉了。本来就上火啊！鹏鹏往上走，你到跟妹妹到前面去，帅气！我要追上你们了，我要抓你们了，抓住了！哇，这里面好多花哎！哇，这路边的野花哎！哦，真漂亮哎！我们带点花回去吧。这个花我怎么敢采啊？为啥？路边的野花，你不要采，你不采白不采，你采了也白采。这有一朵小菊花。鹏鹏，你挖点菊花吧。
哇，那边长得好漂亮啊！那边的花真的很漂亮。你看上哪朵了？你选。我选。我想要这个这朵。哇，这可以哎！你整。我整。摘的花，我连车我都不用下了。对。可以。再来一个粉的，粉的。挑一朵。那个，那朵好美。这个粉，妹妹，那朵好美。这个吗？这个粉的。你是不是要弄一个整朵一大把那种？你别一只一只的搞啊。是大把，连根拔起。这确实不好吃，你小心手啊，妹妹，你手是不是拿高一点啊？来来来来来，这个好东西啊，这是。不如我来帮你们弄两把怎么样？好，好，早就想弄。我整一把，这没一大把呢。哎，哎。要什么锄头？你试试。这一大片不就等我来的吗？太狠了！这个事儿画风渐渐变了，哇！太狠了！我的妈！啊！哇！哎，看黄老师，吓不吓人？哇！太狠了！黄老师拿着这把花，一点都没有拿花的感觉。好嘞，这多好看！行，搞定。漂亮。会不会前面用锄头那个显得很做作？就是确实是做作了很多。阿妹阿妹，几时听这歌吗？搬家庄。没。我记得快发狂。今天你要老实讲，我是否有希望？虽然我是个穷光蛋，人也长得不怎么样，只要你陪我作伴，你好，抱你白白又胖胖。阿妹阿妹，几时搬家庄？少女的青春短，今天你要想一想，快做我的新娘。虽然我是个穷光蛋，人也长得不怎么样，这凭什么呀？只让你陪我作伴，抱你白白又胖胖。你说现在女孩谁想要白白又胖胖？到家了，到家了，到家了。感觉回家的路总是比去外面的路快一点，对，是不是？对，回家的时候总是会快一点。一切事都停止了。你们先把那个染布的玩了呗。啊，好。这个妹妹肯定喜欢呀。喜欢，你听就很好玩。真的，我们可以给染一个。明天我们也都穿那个，也挺酷的。好像还有那个小兔子，妹妹可以染这小兔子。小兔子。找一下看看我们要染的东西在哪里呢？在这边吗？你看妹妹他们回来玩这些东西的人就都回来了，我们可以一起染。 对， 对，先拿到那个餐桌那儿。餐桌好好看。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，爱情这东西我明白，但永远是什么？今年你别哭泣，我俩还在一起。今天的欢乐将是你，天永恒的回忆。
啦啦啦啦啦啦，是不是艺兴回来了？我怎么听见鹅叫啊？不可能吧？我听着鹅，一堆鹅在叫啊，是鹅来了还是艺兴来了？如果是艺兴哥，这估计上不来吧？这路，啊，真壮观啊！我们家的大产业，你看，这要真的是艺兴回来，真的过不来，过不来。是有人来吗？没有人，黄老师。哦。幻觉，我听见鹅叫，我以为是有人来了的。没有人儿。哎。看来艺兴是不会回来了。明儿吧，明儿能回来吗？今儿是回不来了。来吧，这几件都很漂亮，把它都染。好好看。对，我染一个这个好了。这样就行是吧？可以啊，你随便。就是可以按照自己。对，你随便，你随便弄，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。兴奋的直搓手，兴奋的直搓手，可活动一下手，活动活动，对，开始大展身手了。你花大把。就只用这样箍着它就行了。对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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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期待期待。也没觉得好像他们走了，没回来的感觉。这个估计全白。哦，像双开门。像。像弄了几块腹肌画在上面。对。鹏仔。我用洗衣机洗一下，把那些简单大概的冲一下就行。好，我好期待他们呀，期待期待。洗完了呢？还一分钟。咱俩也真是哦，哎，咱俩真的在这等着。我们等到他，等到花都谢了。我等到花儿来吧，我再拿几个衣架，好香啊，是不错的。这个浅浅的蓝也挺好看的。我们可以把这件送给观众，因为这上面还有 H Family。嗯，这个他真的可以得第一名。Nice， 这真的挺好玩的。关键是这你不知道他出来啥样哈、啊，主打就是一个有个性。黄老师，哎，拍个合影吧。哎，我来了。西西，你用有2亿像素的真我11 Pro 加给我们拍个合影吧。好。